法律概论，概论法律，找寻法律的精神与目的。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空中大讲堂。我们今天来谈谈劳资关系。我们说，在工业革命之后啊，产生了资本家跟劳动阶级。在原来呢，是属于这个啊人工的手工的这种工业环境之下呢。 比较没有所谓的资本家，没有所谓的劳动阶级啊。但是从这个工业革命之后呢，啊，采用了大规模的生产之后呢，就出现了所谓的资本家跟劳动阶级。所以英国的社会学者呢，这个马歇尔呢，就把这个工人呢，啊,啊，的这个行为啊，他做了一个研究。因为呢，在资方跟劳方之间呢，从工业革命之后啊。 常常就发生了一些冲突，为什么呢？因为资方呢，他当然希望要压低成本，那要压低成本呢，他就希望说，这个劳工呢，工作的时间可以做长一点，啊，工资呢低一点。可是工人就认为说呢，啊，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只获得这么一点点的报酬呢，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常常工人呢都会呢集结起来去跟资方抗争。那当时的这个。 嗯，呃、没有任何的规范啊，所以后来马歇尔就发现到了、啊、这工人的这个集体抗争这种权利啊，他就把它称之为呢工业的公民权啊，就是 industrial city，啊 citizenship 啊。那这个这个工业的公民权呢，这个权利呢，包括了啊工会的组织权利，包括了罢工的权利，包括集体的谈判的权利。那组织工会的权利是很重要的，因为。 工人呢，他本身在经济上是经济的弱者啊，那他要去跟老板呢去谈判呢、啊，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老板是资本家，比较有钱，所以他就必须呢要这个团结力量大啊，他要组成呢工会去对抗这个啊资本家，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在十八世纪啊啊这个就就有了这个啊工会的组织，十九世纪初呢，英国跟美国的工人呢、啊。 就慢慢的组建出了这个啊工会的这个组织啊，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西方各国最后不得不承认工会是合法的存在。一九三五年呢，美国政府颁布了这个国家劳资关系法啊，这个国家劳资关系法呢啊，它就规定了工人是有权利的来组织或者来参加工会的。到一九四九年的五月二十三号，德国也颁布了基本法。 啊，这个基本法中间规定呢，所有的德国人都有组织啊联合会或者是协会的权利。那一九三五年呢，啊，这个美国通过了一个瓦格纳法案啊，也就是全国关系法案啊 （National Labor r e l a t i o n Act），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这个劳资关系委员会在这个法律上面准许这个嗯、呃，劳资关系委员会啊，他们准许。 啊，他有一定的职权，同时也准许了劳工可以组织工会，享有罢工权、集体谈判权。啊，也使得这个国家呢可以依据法律呢，对于工会自治的这一种干涉。到一九四七年呢，这个塔古托法案呢，啊,啊，这个修正了。啊，那在这个修正上面呢，使得美国劳资关系啊受到严格的管制。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法案呢、啊，它就限制了。 嗯，劳工的这个组织工会的权利啊，组织工会权利被限制了。另外呢，对于这个罢工权利呢，他也给他限制了，就是你必须要在啊六十天之前要通知啊。所以这个塔古德法案呢，啊，等于呢对于这个啊劳工关系啊做了一个严格的管制。不过呢，他还是要承认罢工啊。美国呢不仅仅承认了罢工，还更准许工人呢参与公司的监督跟管理啊。 好，那另外我们再谈到集体谈判权啊，这个集体谈判权呢，最早的发展是在德国啊，在一九一八年呢，它有集体协议法；一九一九年呢，它制定了集集体协议法的这个特别法；到一九三三年呢，这个美国刚才讲的，它颁布了这个全国产业复兴法，也就是说 National 啊 Industry Recovery Act。各位知道，这个一九三三年的时候啊，是美国的这个。 大萧条的时候，经济不景气，所以罗斯福总统啊，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颁行了新政。在这个法规里面呢、啊，这个罗斯福总统啊，他就限制了啊，这个企业家啊，任意呢、啊、这个调调降工资或者任意调调升工时，他的要求呢，这个双方呢都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这个法规范啊。所以在这些法律的规规范之中呢。 很明确的规定了，工人跟资方啊，就是劳方跟资方之间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协动劳动的权利。那因此我们就发现到，这些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呢，尤其是在一九八零年以后，美国政府就与工会资方签订了全面谅解啊，这个备忘录啊。那这个规定呢，工会代表啊，劳工可以参与公司，可以参与企业的监督跟管理，全面的啊。 这个啊，参与啊，这个重大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到一九五一年，德国也是一样，通过了煤钢呃行业的这个参与决定法。一九五二年啊，德国参议院又制定了企业组织法。一九七六年，德国也颁布了这个参与决定法啊，这些法律都规定了这些劳工呢参与这个企业管理的权利。但我们呢？ 中华民国的劳动立法的规定呢，我们也有啊，组织工会的权利。像我们在工会法第四条啊，它就规定，劳工它是有这个组织跟加入工会的权利。那第二项里面说，现役军人、国防部所属的以及依法监督的军火工业的员工，他们不可以组织工会的啊，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好，那这个是呢，有关于我们的这个啊，工会的组织的这个权利。 啊，那再下来呢，我们再看到呢，就是团体协商。那我们在《团体协约法》里面呢，第六条说，劳资双方应该本于诚实信用的原则来进行团体协商啊。那没有正当理由是不可以拒绝的。另外，我们也规定了罢工的权利，在我们《劳资争议处理法》第五十四条啊，这个工会呢啊，他没有经过会员的直接无记名的。 投票同意，而且呢，要经过呢全体过半数的同意，他是不可以宣告罢工的，啊，也不可以设置纠察队。那有些劳工是不可以罢工的，像教师啊，他不可以罢工；国防部跟他所属的机关不可以罢工；学校的劳工他不可以罢工啊，这是有关于罢工权。那另外我们也规定了歧视的禁止。劳动精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雇主对于劳工不可以因为性别。 而有差别的待遇，工作要相同，效率相同的啊，他要给付相同的工资。那一九九八年呢、啊，国际劳工组织呢啊，这个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呢、啊，这个简称为 ILO 啊，它通过了所谓的工作基本原则宣言啊，这个工作基本原则宣言呢，在一九九九年在。 这个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这个第八十七届大会上面通过了一百八十二号的所谓的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工劳动公约。两千年的时候呢，国际劳工组织将这个一百八十二号呢最恶劣的形式的童工劳工公约呢指定为核心的核心的国际劳工这个基准之一，成为这个八项的劳劳工的核心基准之一。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当然，我们中华民国呢，后来也承认了这个这个规定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劳工的权利、童工的权利也都有加以呢这个保障啊。对于呢妇女的权益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劳动基准法里面呢，也就特别有这个保障的规定。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知道全世界对于劳劳工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呢也就会发现到，这个劳工经过了这个两个世纪来的这个抗争啊。 就是逐渐的让资方了解啊，这个劳工的权益必须要被维护，这样劳资才能够达到和谐。劳资和谐之后呢，才能够呢真正的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才能够真正使它的利润极大化。那尤其是对于比较弱势的劳工，像譬如说这个妇女同胞啊，你要给它特别的保障，同时呢要禁止使用呢童工。 啊，那么现在还有联合国还特别去查到，啊，如果你有血汗工厂的话呢，我们在国际贸易上面呢会禁止你这个产品的这个输出啊。所以，我们有关于呢这个劳工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呢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从整个呢啊历史的发展上面，让各位去理解这个劳资双方的关系啊，如何让它能够和谐啊，创造呢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呢繁荣。 跟这个劳工的一个稳定。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次再见。大家好，这是《法律概论》第十四讲次，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劳动基准法》。 当一个国家进入到工业化以后，劳工跟职职业的这个灾害之间的关系，劳工的休假的关系，劳劳工调动的关系，这些都是劳工非常重视的他的权益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想透过呢一些案例呢，来跟各位做一些讨论。所以，我首先看我们今天的讲授重点。 啊，讲成说你第一个是要理解通勤灾害的相关规定。第二个呢，希望大家能够知悉有关于呢员工调职的这个规定。好，我们用一些案例来跟各位做解说。首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大华他下班的时候呢，他顺道去安亲班呢去接他的小孩子小明。那大勇在下班的时候呢，他要赶回家去换衣服，然后呢跟女友约会。所以呢，这个。 大勇在赶时间的时候呢，他在小巷内呢逆向行驶，就赚到了大华。两个人呢，啊都想申请呢职灾补偿。请问一下，这两个人是不是都应该被核准呢？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呢《劳工安全卫生法》第二条第四项它的规定啊，他说呢，本法所称的职业灾害呢，就是指的劳工就业场所的建筑物、设备、原料。 啊，材料、化学物品、气体啊、蒸汽、粉尘等或作业活动以及其他职业上原因啊，这个所引起的这个劳工疾病、伤害、残废啊，这些啊，这个甚至于死亡。所以从这个原因上面来看呢，职业灾害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为三类，第一类呢。 就是劳工他就业场所的建筑物或者粉尘所引起的这个啊疾病或伤害，比如说你今天是在工厂啊，工厂里面呢，它有一些啊这个粉尘，像锯木厂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化工厂的这个粉啊，这个吸你吸进去了啊，造成你的肺部的伤害啊，这个是工业场所的这个造成的疾病。第二个呢？ 是指的你因为作业活动所引起的，那就是在执行职务上所引起的。比如说，我今天是开堆高机的，那开堆堆高机的时候呢，一不小心这个堆高机没有操作好呢，结果造成了这个事故，产生了这个伤害啊，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情形呢，是其他职业上原因所导致的。好，那其他职业上所导致的这个呃情形呢，就是。 啊，很很很模糊了啊，概念呢不清楚了，所以常常就需要用解释的方法来解释。那这个劳工上下班途中发生的这个意外，那是不是所谓的其他职业上原因所引起的灾害呢？啊，我们台湾最高法院呢、啊，啊高等法院跟所属呢法院九十年度的法律座谈会了、啊，啊就是说在民事类的提案第十九号审查意见说，通勤灾害。 是不是可以视为劳基法上的职业灾害呢？啊，做成了一个决议。他认为呢，这个职业灾害呢，不以这个劳工于执行职务时所生的灾害为限，他也应该呢啊，包括劳工啊，他准备提出劳务之际所受的灾害。所以呢，上班途中遭受到的这个车祸呢，应该可以视为职业灾害。但这个，因为它只是一个决议啊。 它也不是一个判例啊，所以呢，它只是可能供我们参考。但是依照我们劳工保险被保险人因为执行职务而致伤病审查准则第四条的规定呢、啊，他说被保险人在上下班的时候啊，于适当时间从日常的啊这个居住所啊往返呢，这个他的这个啊就业场所所应。 啊，经过的途中所发生的事故导致的伤害呢，都是职业伤害。所以这个通勤就是指的劳工在啊上下班时间往返公司的途径，而且呢，这个是他怎么样呢？他必须是这个经常性的啊，他必须是经常性的这个部分。所以举个例子说哈、啊，假设今天我的住家。 啊，是住在这个中山北路二段。那我要上班的时候呢，要到罗斯福路去上班，所以我每天从中山北路二段走到了这个啊，这个中山南路，再换罗斯福路，这个叫做必经之路。那我结果呢，昨天晚上我住在我的朋友家里面，我朋友是住在哪里？住在仁爱路。我从仁爱路再转转到呢罗斯福路去，在其中在。 这个仁爱路上面发生车祸，对不起啊，这就不能算职业灾害，因为那不是你经常性的住居场所啊。它所以这个部分来讲，通勤是指的你上下班啊所经常选择的交通的路线。那劳工保险呢，被保险人在上下班期间，现在呢他顺道去接小孩子上幼稚园的这个小朋友啊上学或者是放学。 那结果在接送的途中呢，发生了伤害。那这个时候算不算是日常的啊经常性的啊这个路程呢？啊，那有没有我们审查准则第十八条所列举的交通违规的事情来看？如果说今天这个爸爸大华他下班的时候去接这个啊小明啊，这个虽然可能中间有转个弯啊。 啊，或者是啊，这个换两条啊，这个街道啊，去接这个小朋友。但是主只要这个大华他没有违违反交通规则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啊会认为这个算是他这个就从他的这个就业场所回到他住宅的啊经常的必经之路啊，这样子呢，他是可以申请职业灾害的。 可是大勇不行，为什么大勇不行呢？因为大勇他本身呢，他有违法违规的事现象出现。因为大勇他在这个要赶回家，他要赶回家，即便这条路线是他必经的、经常的啊，从这个他的住居所啊，这个往返他的这个就业场所，他必经之路啊，但是呢。 他在必经之路的过程之中呢，他本身呢，他有违法，因为他逆向行驶，所以我们有一个法律上的谚语啊，就是说任何人不得以自己的不法行为来主张呢、啊、这个球场的。那你大勇自己本身呢是违规了，那违规了，即便这个是你的通常必经之路啊啊，但是呢，因为你违规了，所以你不可以主张。那这个呢？ 这个这个大华呢，他经过这条路中间，也许转个弯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曾经呢、啊、有一个判例啊，是规定的啊，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啊，在外观上面跟你的职务是有相牵连的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雇主跟这个受雇人之间呢，他们是要负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那因此这个概念呢，我们引进到这个啊劳工保险被保险人因为执行职务啊而致伤病审查准则上面来看呢，我们的这个解释函呢就有这个概念存在了，就认为说今天这个啊大华呢他在啊上下班途中去接送他孩子去上安心班啊、幼稚园啊这种情形呢、啊，是属于他。 必然呢，职务上相牵连的，所以呢，应该是属于呢职业灾害的一种情形啊。那接着我们再看到第二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是甲公司呢，他以业务上的需要啊，将呢原来在台北市木栅啊这个分公司任职的行政助理啊啊工作的 A 小姐呢，调往新北市的淡水镇啊去营业部担任呢业务专员一职。 那 A 小姐她以她家住在木栅啊，不愿意接受甲公司的调动，而且拒绝前往营业部报道。那甲公司可不可以以 A 公司旷职为理由，将这个 A 小姐啊啊这个给予解雇，并且呢拒绝给付呢这个资遣费呢？啊，这个是有关于雇主调动劳工工作地点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啊。 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劳基法第十条之一，啊，他明定啊这个雇主啊调动劳工工作，除不得违反劳动契约之约定外，并且要应该符合啊其余的五项规定。那这个关于呢调动这个一件事情呢、啊，非常的明确的以法律呢来明文规定，啊，并不像过去呢仅仅是用解释函的这个方式来。 来规定，因为呢，我们过去呢，针对雇主呢调动劳工的解释啊，啊，大部分都是参考啊内政部七十四年九月五号台内这个劳制第三二八四三三号啊这个雇主调动劳工工作啊五项原则的函释啊，这个劳工调动工作的五项原则函释，他说《劳动基准法施行细则》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工作场所及应从事之工作有关事项，应于劳动契约中由劳资双方自行约定。啊，所以呢，它的变更呢，也应该由双方自行商议。如果啊，雇主确有调动劳工工作的必要呢，应该要依据下列的原则呢来办理。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呢，要基于企业经营上所必须的。啊，第二个呢。 不可以违反劳动契约，啊，第三个对于劳工的薪资啊，跟其他劳动条件没有做不利益的这个变更。第四个呢，调动之后工作与原有的工作性质，为其体能及技术啊所能胜任的，啊，第五个调动的工作啊地点过远的话，雇主应该予以为必要的协助。好，所以以前呢，所有的啊这个员工的调动啊。 大概都依据这个五项原则来处理啊。那因此呢，假设今天这个雇雇主将在啊台北的 A 呢要调到高雄去，哎，这个可能这个调动的地方太远了啊。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他是不是企业上所必要的，啊有没有违反他们的劳动契约，对他的薪资跟他的其他劳动条件有没有不利益啊？然后呢，对他的这个通勤后的体能技术。 啊，是不是不一致？然后呢，对他的工作地点如果太远了，要替他找这个宿舍啊，等等的。那以前都是依照解释案啊来处理，但是呢，我们说二零一五年的修正呢，《劳基法》第十条之一呢，他用法律明文规定了啊。第一个呢，就是雇主啊，他在调动劳工工作的时候，不可以违反劳动契约的约定，并且应该要符合下列的原则。第一个。 基于企业经营上所必须，而且不可以有不当的动机跟目的。但是法律另有规定者，则从其规定。第二个呢，对于劳工的工资啊，以及呢这个其他的劳动条件呢，你不能做不利益的变动。第三个呢，调动之后的工作跟劳工体能跟技术，它是可以胜任的。第四个呢，调动的工作地点如果过远的话。 应该要给予必要的协助。第五个，必须要考量这个劳工跟他家庭生活的利益。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劳基法第十条之一啊，跟这个啊调动五原则呢来做一个对比的话，就发现呢，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大概第一个呢，就是将不得违反劳动契约呢改列为本文，而不是要件之一。好，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啊。 我们原来呢，在这个解释函里面呢，啊，就是说你要调动劳工的工作地点呢、啊，是不可以违反劳动契约，它是一个要件。但是现在呢，摆在这个条文的本文第十条第一第一之一的本文说，雇主调动劳工工作不得违反劳动契约啊，不得违反劳动契约。那到底这个劳动契约不可以违背劳动契约，是他的？ 前提要件呢，还是根本就不去考虑，只是一个训示的规定呢？啊,啊，那我认为说，这个不得违反劳动契约，应该是假设是算的话，用民法的概念来算的话，那它应该叫做成立要件啊，也就是成前提要件，就是说你要调动劳工的时候，第一个你本身就不可以违反劳动契约的规定，所以先看看劳动契约有没有规定它的调动要怎么调动啊？如果上面 没有说你可以调动，那是不是就不能调动了呢？啊，因为你不可以违反劳动契约嘛。那劳动契约既然说没有说它可以调动的话，那变成你不能调动了、哦。那所以我认为说你把它摆到本文里面去呢，就变成了成立要件。然后后面呢，这个四项要件的话，就变成了它的这个呃，这个五项要件的话，变成它的生效要件，变成生效要件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跟这个。 五项原则，调动五项原则是不一样的啊啊，那这个可能将来我们在学说上面还会再更啊详细的去做尝试啊。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不同之点，就是根据我们新法的规定呢、啊，这个是因为企业经营的必须的时候，而且呢是有不得有这个不当的动机与目的为要件，这个规定我个人也觉得很奇怪啊。 因为你你你要有一个不断的动机跟目的，事事实上这个是很难去证明的。嗯，今天假设一个劳工他被调动了，这个劳工他必须要去证明呢，说你是有不断的动机啊跟这个目的啊，那那这个不断的动机跟目的，请问一下劳工他怎么办？有办法去证明这件事情呢？啊，所以如果他不能够证明这件事情。 啊，那那那是不是他的这个调动，他就必须要去接受呢？啊，所以这种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这是非常主观的。你要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它的困扰性啊。第三个呢，就是将劳工及其家庭的生活利益啊列入考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啊这个规定。但是这个利益呢，是非常的广泛的、哦，所以如果今天。 这个劳工他已经结婚了，他们的夫妻感情非常的好。那现在呢，你把这个先生调到了南部去工作，那太太呢，她在北部，他就认为说这样子不行啊，这样子影响到我们夫妻婚姻关系的和谐，这影响到我劳工的利益。那请问一下，这个雇主怎么去将他调动呢？所以表面上面看起来，我们第十条之一的修正好像是规定的不错，但是呢？ 跟原来的大家已经很习惯的这个调动原则啊，调动工作五原则、啊、是真的中间的差异的我就稍微的这样比一下，就这三大项的差异啊，这个差异真的将来要怎么办呢？所以我后面就做了一个表，就做了一个表呢，就是说雇主调动劳工的五原则跟劳基法上第十条之一的规定呢、啊，第一个在企业经营上所必须的那都一样，可是呢，我们第十条之一呢、啊。 后面呢规定了啊，虽然是企业并经营上所必须的，但是它必须要有不得有啊这个不当的动机跟目的啊，这这个就很麻烦了，是吧？第二个呢，不得违反劳动契约啊。我们现在的规定是说，对于劳工的工资跟其他劳动的条件，它不能做不利益的变更啊。那这个大概我们解释上可以说大概是差不多的。第三个呢说。 这个调动后的工作呢，为劳工的这个这个体能跟技术所能胜任的。那这两个这个解释案呢，大概都一样。那接下来就是雇主调动过远啊，雇主应给予必要的协助，这也一样。但是我们增加了第五啊，就是考量劳工跟他家庭生活的利益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说，对于这个劳工的调动呢。 啊，真的确实是蛮有争议性的。那政府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做了一个新的这个法规的修正。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大家能够去适应，并且去解决中间所产生的可能的问题。好，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啊。我们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